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南投信义乡的第二部落，趁着最近是靠地主的采收季节，搭配着部落鲜美的果子树，规划趣味的竞赛，要让游客为游戏当中来了解到农作物栽种甲采收的过程。计时开始。游客一人一把香果子树，只要伫限定的时间内将伊吊清去，就使将一把菜甲扎断去。看到这新鲜的青菜，加上捌体验过，游客拢真认真。导览的人员阁特别甲大家介绍部落栽种啊、采收香果子树的过程，游客拢感觉真新鲜。很多人都不知道龙须菜的须是需要去拔的，对。那他们经过这次的操作之后，他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龙须菜的本身是长这样子的。最近也是苦地籽采收的季节，主办单位嘛，趁这个机会，让游客亲手来拔苦地籽。那我是第一次看到苦茶油的籽是长这样子。那龙须菜其实非常嫩，听说三四点就要起来摘。那来这部落，我觉得可以返璞归真，让我们重新体验到在部落的一个单纯。大人带囡仔来体验部落采收经验，新鲜阁好耍，好只游客感觉来这抓有价值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